那时候要买第一台车的时候，还不是买 Civic 二代，那时候是二代。我记得我们附近有一个叔叔买 Civic 二代，哇，那时候很拉风哎。Volkswagen 的 Passat 还有分8V、16V 哦，16V 是性能版本首排哦。然后所以我就一直跟我爸洗脑说，叫我爸换车。